主料，甜香肠300克，辅料，油3克，盐2克，味精1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把锅烧热，倒入切好的香肠，加点盐，不断翻炒，加点味精，炒熟以后盛起来，装到盘子里，甜香肠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，喜欢菜甜一点的可以再加点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